真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赶紧进去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打扮成这样来看格斗赛，你们是在约会吗？不是。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你们一个人一个答案的什么意思？抓我呢？冷子峰呢？他怎么没来啊？再说了，你来照了依依怎么办？他去陪依红，是他要我跟他交换门票。走吧，走。等等，把话说清楚，我约的人是冷子峰啊。是他临时拜托我的。冷子峰。怎么这么熟悉的名字？一红，终于赶上了。二豪呢？二豪，二豪去跟无双师姐看格斗赛了，改天再给你约时间。对了，你怎么不接电话？怎么了？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我今天真的不能去格斗馆，你听我说嘛，我你明明知道二豪喜欢的是我姐，你还给他们制造机会。我为了跟二豪一起看个电影，我灵魂都快榨干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样太过分了。一红，一红，小心！哎呦，哎，撞上了，被撞了，撞了没有？有没有事？打幺幺零。冷子峰，冷子峰，你醒醒！你别吓我呀！你醒醒！有没有人打个电话？冷子峰，你别吓我！有没有人打个电话？欧元哥，无双世界大驾光临，怎么样，好看吧？啊，没想到格斗赛也这么精彩。谢谢你的票啊，这么晚了，要不要搭我们的便车回去啊？好啊，好啊，有便车可以搭。那我不客气了啊。那个，你们二位先在这儿稍等我一下，我上去收个东西，好吗？好。哎，我能进擂台里面吗？可以，随便看，随便玩。哎，帮我拉一下。来进去啊！哇，我看了那么多场比赛，还是第一次站上格斗场呢。嘿嘿嘿，灯光美，气氛佳，孤男寡女。冷子峰，哥们儿，我可帮了你大忙喽！虽然约会看格斗赛有点奇怪。但只要你喜欢，我会奉陪。我们又不是在约会。一男一女一起吃饭，一起看电影，是约会。看格斗赛有什么不一样呢？那我就很好奇，在你心里，约会到底是什么？情侣约会应该是这个样子吗？那照你的逻辑，我今天要约会的对象应该是冷子峰啊，又不是你。
事情，我就当作没有发生。已经发生过的事情，要怎么当作没有发生过呢？我对你的喜欢是进行时，我们刚吻了，是完成时。只要我没有心动的感觉，一切都可以回到没有发生。神经衰弱了。我们已经尽力了，节哀顺变吧。医生，你哎呀，祖母，你别吓我呀。我求求你们千万不要放弃他呀！他的伤口已经处理完了呀，要是没什么问题，可以出院了呀。医生，你再查查看，他撞的可是脑子呀，他脑子本来就不好使。好 ，CT 和 MRI 检查都没问题，脑子和内脏呢也没有出血，可以不必住院。不过呢，要密切的注意有没有昏迷、恶心、呕吐。还有定期回医院复诊就行了。嗯。哎，你，哎，你看得见吧？你没事吧？你说我没事。哎，等，我真没事。没事吧？我真没事。我可是受过专业挨揍训练的人，皮糙肉厚的很。你应该检查一下那条被我撞过的马路，他伤得轻不轻？哎呦！你说你也是啊，那个车那么危险，你去挡车，你以为你是钢铁侠呀？你钢铁侠，钢铁侠！别说了，我错了，我是你专属的保镖嘛，保护你是我的天职啊！啊，晴天我替你擦防晒。雨天我帮你撑伞，你要走路我替你开道，你要过河我替你撑船，我会永远的 carry 你。疼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永远的 carry。哎呀，好疼！疼吗？我会永远的。哎呀！别个那样哟，别个那样哟。啊！老子峰，我他妈刚收的房子，这是抢劫了吗？这我让您弄，我让您弄。
我上辈子是欠你的还是怎么了？逍遥回来了，我简直就是你的灰姑娘，每天笑嘻嘻的看着你去约会。哎，我说大哥，你是去看电影还是去拍电影啊？你猜。天哪，头还摔破了，你本来脑子就不好，你还行不行啊？我刚才拍了这人生中最浪漫的一场电影，在车轮前英雄救美，换得美人以身相许，一红坐在我的床前还为我惊慌失措。哎呦呦，咻咻咻咻咻，你演了一场浪漫爱情戏呗。啊，不错吧，我演了一晚上谍战戏，我都快吓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生怕无双师姐还有尔豪把你的事情一不小心跟我爸说出来。谁让你不约子辰的？你，哎，李虎，你是不是欠揍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是一个病患，刚从医院回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每天在这虐单身狗，我这叫替天行道。替天行道？我看你就是对魏明有意见，有意见你找他去，你把气撒我身上算干嘛？找事是不是？好，我现在就把你办了，过来。我治不了你是不是？那我怎么砸呢？我砸你！子枫呢？报告，报告。我刚去医务室换了个药，迟到了，对不起啊。你怎么了？我昨晚出了车祸，不过没关系，不影响练习。没关系。你剑都拿不起来，怎么练呢？剑拿不了，我可以参加体能训练啊。为了追上你，我必须把一天当一个月来练，绝对不能躺床上。4000米，10分钟开始。好，我来带队。4000米，10分钟，大家跑。哎呀！不要命了？撞伤了还来训练？这么剧烈的运动，万一再伤着怎么办？即使是会让普通人晕倒的伤，我也绝不会倒下；即使是会让普通人死掉的伤，我也绝不会死。因为我如果是普通人，我就绝对不可能打败邓二豪。所以我绝对不能是普通人，因为我可以野心，我要成为天下第一剑客。刚说的那些话真不是套路，是我的真心话。要想成为天下第一的剑客，伤可得养好。看在你救了依依的份上，替你擦个药，以示感谢。不必了，这一出汗药都没了。少废话，二军成员不得违抗一军的命令。哦，师姐是用一军身份来压我呗？坐下。是。
我终于知道了，我知道那个欧元哥为什么对你纠缠不放了。你看你啊，你又漂亮，性格又稳重，击剑又厉害，你跟那个谁那个赵一红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嘛。昨晚的比赛你没来看真的太可惜了，雷霆的灵活度不如你，但是他的拳头比你更结实，稳扎稳打的 KO 了俄罗斯黑熊，特别精彩。我知道，我看李虎给我发那视频了，我真的太想念格斗场上的一切了。不过不过可惜的是呢，没看到师姐你穿裙子，真不知道下次看你穿裙子是什么时候。你说你结婚的时候是会穿婚纱还是会穿艳服？如果你快点升上一军，我会考虑弥补你的遗憾。真的吗？哎呀，只是考虑。哎，一红，哎，你是来给我送点心吧？你想得美呢，我是给化妆师姐买东西。你给我。说这是帮花荣买的吗？啊，我口太渴了，我待会儿重新帮他买一瓶。你也渴了，喝点。姐，我觉得你跟冷子峰最近关系很好啊，你们俩又是动漫迷，会不会？不会。但我觉得你对他很温柔，很不一样。他因为你才受伤了，所以我于情于理都应该关心他一下呀。怎么了？你最近跟冷子峰互动也很频繁，不会是移情别恋了吧？不可能好吗？那个家伙千言万语都是污，我没告他骚扰我就已经很客气了。真的，一点点好感都没有。艾姐，我有的时候总是在想，他逗我的那些话，要是好好跟我说的就好了。师姐，一红，你们俩怎么干坐着？快去打饭吧。走吧，吃饭去。好。你们猜我昨天去看格斗赛遇见谁了？谁啊？白无双跟邓尔豪。一个打扮你的男人，一个拒绝你的女人。哎，难怪你这昨晚回宿舍那脸色跟生了病似的。你才生病呢，说什么你？你等着看，总有一天我会逆者战局。怎么样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教练好。教练你放心，即使对面有千军万马，我们一样能赢。你们都很优秀，但是要争取世运五连霸，千万不能轻敌。尤其是振宇学院，今年加入了邓尔豪，整体实力有了显著的提升。哎，教练，我听说那个冷子峰也加入了振宇学院。是那个使出死亡华尔兹的冷子峰吗？怎么可能？连我都找不到的人，振宇学院怎么可能有这个办法？我昨天亲耳听到白无双跟邓尔豪说的。不过教练你放心，即使对面有邓尔豪跟冷子峰，但是世运赛的第五面金牌仍然是我们的。你们说对不对？对，金牌肯定是我们的。放心，教练。那我们先换衣服去了。走，教练，再见。冷子峰进了阵雨。
哎，关哥，来来来来。哎呀，这昨晚真是谢谢你替我解围了。别提了，要是知道你会把自己弄成这样，我就不会让你去找一红了。月中考评，你又想垫底了是吗？当然不想了。哎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是可以不用拿剑也可以练的？我真不想落下进度。弓步前进后退，练扎实一点就可以了。又是弓步前进和后退，有没有其他的花样啊？我也没见过哪个游泳运动员一天到晚只练憋气换气的。你以为升到二军第三就可以不用练基础吗？啊？别老想着要一步登天。如果不能一步一个脚印，你怎么上天呢？那这一步一个脚印什么时候才能达成目标啊？就像你欧元哥，你一步一个脚印追无双师姐，你追到了吗？他的手你牵过吗？他的嘴唇你吻过吗？你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地追了他这么长时间，他的心你抓到了没有？哎呀，有时候啊，这在感情的道路上真是遍地浮冰，一步一个脚印呢是行不通的，有时候就得三步并做两步去抢攻，要不然在你优雅端庄的时候呢，这无双师姐很有可能就变成别人的盘中餐了。我相信无双会遵守我们的约定。无双师姐是答应在一红放下你之后同你交往，可他并没有答应你在你之前不能跟别人交往，所以欧元哥，不蒸馒头争口气，这死马还得当成活马医。咱们今天训练内容就换一个口味吧，我们聊一聊如何耍帅。他会吃你那套吗？当然了，你可别忘了他是粉丝，闪电的粉丝。无双会喜欢坐摩托车吗？子枫这个招式靠谱吗？哎，走，我问你啊，最适合一男一女乘坐的交通工具是什么？跑车。错，跑车是用来招蜂引蝶的，不是用来增温感情的。能做到自然的肢体接触的，但只有摩托车喽。这是我托李虎从我们家那儿弄来的车，欧阳哥，你得好好珍惜，好好利用啊。啊，试试看吧。你好，美女。二豪。你不觉得今天好适合我们一起练剑吗？没事吧？我当然没事。一早能见到自己想见到的人，没有什么事可以更美好。一起骑摩托车。你行吗？行。走。如果想更进一步的拉近距离，只要急加油门，见磕就杀。哎呦，你看慢点儿。这其中的滋味啊，你就慢慢去体会吧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我以为有人呢。没事。哎，继续抱着，安全第一嘛。
你干什么？自古深情留不住，总是套路得人心。所有的心动都是从心跳加速、呼吸困难开始的。你一定要记住两个字：突击，出其不意的向前，攻其不备的。你的发型蛮适合你的。但是长刘海会影响到攻击的视线。今天飞刺的速度还不错哦，跟我坠入爱河的速度一样快。你说什么啊？够了，今天练习就到这儿吧，晚点我让银星他们陪我一起练。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快点快点快点。你看。姐。累死我了。姐姐。干嘛呀，那么夸张，才跑两圈而已。机器人也要加油好吗？怎么样，现在加完油能起飞了吗？现在就是心跳频率、脉搏律动，滋，控控控控。MyPro 号机器人正式启动，我现在不仅可以飞起来，还可以变身出击。哦，哇，变身？变在哪儿啊？看不出来啊。你信不信我抽你啊？我跟你说，胸怀可成半边天下，像您这种胸怀的人以后肯定是干大事的人。我错了。机器人战士，休息够了，去训练吧。切，这个机器人加满油也得暖一下嘛。少来，走，机械馆击剑去。嗯，哎，那不用蛙跳了。今天还没蛙跳啊？哦，那去做五个循环。等会儿，无双时间，你今天看起来有点心不在焉啊。我想，是不是因为欧元哥？二豪怎么了？二豪，今天感觉怪怪的。怪怪的？怎么怪怪的？哎，你知道吗？二豪今天穿，哎，反正今天就是特别奇怪，像是……怎么奇怪了？欧元哥本来就是与众不同啊，谁让他从清朝穿越来的，对不对？穿越，穿的奇奇怪怪的，然后莫名其妙的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，是穿越的症状吗？不对，我怎么感觉他，冷子枫，我觉得他像是跟你交换了灵魂。不会吧，二豪的躯壳配上冷子枫的灵魂，太恶心了！一边去。
哎，你知道吗？我本来以为他发烧了，但是看起来哪儿都挺正常的。撞邪，一定是撞邪了。哎，不是，你这么说欧元哥不好。他这样有什么不好啊？多亲民，多接地气啊。不，不行。你知道尔豪最大的魅力在哪里吗？迷倒万千少女的冰块脸，英伦绅士的优雅举止，还有霸道总裁的距离感，一剑毙命的身手。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啊，最重要的就是他瞧不起人的眼神。什么瞧不起你的？走走走，走开。去。欧元哥，我错了，该挽回了你。无双师姐和玉凤都大呼伤不起啊！你在耍我是吧？当然不是，是我策略的失误。你是木头萌，面瘫帅，高端冷艳才是你的风格。你继续用你俊朗的五官、忧郁的气质和原厂出厂状态去征服这全世界的女孩吧！你这个疯子！欧元哥，对不起，无双师姐那儿我会去负荆请罪。我的错，我的过，我来背。你放心，一定放心啊！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子晨在图书馆等我呢。魏明，我跟你单挑，我要是赢了，子晨归我。单挑？好啊，我奉陪。讲吧，看你是想内科、外科、系统解剖，还是病理学？什么？你不会是来找我打架的吧？我找你打架怎么了？你觉得子晨会喜欢一个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的人，还是喜欢一个能在学习上面给予他帮助、跟他共同进步的人呢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你会觉得我对你造成了威胁，应该是发现你跟子晨根本没有共同话题吧？与其找我打架，你还不如好好充实你自己，充实自己，懂吗？充实充个屎！你虎哥就已经很牛了。阿辉，你别难过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你听说吗？你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，要不呢放弃我妹，要不呢好好念书，知道吗？二选一。好，就这样。还能不能好好吃饭了？真爽。你说你一个拳王，跟鹌鹑蛋较劲干嘛？这击剑队还真是爽啊，咱们在太阳底下风吹日晒的，他在这左拥右抱的。上次在咖啡厅啊还大声表白讨约会呢。我听说这个家伙呀还是奖学金保送生，就这种货色他还能被当个宝贝。我看呀，这击剑队是马上要写成历史了。姐，这是食堂吧？我怎么老觉得有几只疯狗在乱叫呢？你说谁是疯狗啊？哎，这位大哥，人家说的疯狗又不是你，这么喜欢对号入座的，喜欢对号入座，还怪人家在地上放椅子，这找事儿啊！找事儿别惹他们，找我呀！就凭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这样怎么了？弄你没问题。冷子峰，别生事，在校园里面动手是违反校规的。果然是被傲盛击败的四连败啊！啊！师姐，他侮辱我一个人就算了，他不能侮辱整个击剑队啊！我这个人读书少，忍不了了。一句话，敢不敢接受我挑战？谁厉害谁怂包，五秒见分晓。不过是个提鞋的替补，还敢嚣张？没跟你说话。能动手别吵吵，来不来？谁怕谁啊，来就来。
谁喊个数啊？三、二、一。还有谁不服击剑队的？欢迎来我这儿啊！跟你们说，不用我们义军的师兄师姐出马，光我这吊车尾的给人提鞋的候补就足够了，懂吗？我武术队的马壮向你挑战。足球队的叶明。网球队的周凯成。哎，大舅子！哎，大舅子，峰哥，我们刚好正聊着你呢。聊我？对呀，肯定没好事啊。哎，我们可是在说我们峰哥的英勇事迹呀。听说你一个人在食堂挑战了所有校队成员，可惜啊，我没能亲眼看到啊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是谁大舅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早看田径队那帮人不顺眼了，天天跟我们抢操场。就是，还有足球队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老是拿球揍我。谁啊？谁扔的？龙子峰，听说你打倒了我们队的叶明。我们足球队不服。马壮是我们队最差的，上个星期他还感冒发烧了。你只不过是打倒了一个跑长跑的，嘚瑟啥？他呀是我们队里最没力气的。周凯成在我们队连个替补都算不上。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没看见我大舅子还伤着呢？有什么事儿冲我来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有些伤不影响。正好呢，最近练不了剑，闲得慌，拿你们啊，一个个开刀吧，啊！少哥，子枫行不行啊？大舅子，你要小心点啊，要不然我没办法向子辰妹妹交代。没事，现在求饶还来得及。我可是入选市队重点培养的运动员。哇，看来这市队的水平也就这样了。哇，好厉害！怎么样？五片你要能碎一片就已经很厉害了。不过你，哼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怎么办？加三片。三片？加五片。五。大舅子，加油啊！让咱们看看击剑队的气魄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没问题。加油！怎么样？不用数了吧？结果很明显了吧？我们家子枫赢了，还有谁啊？下一个，谁啊？校长，你们击剑队的冷子枫，实在是太不像话了。怎么了？他闯祸了？没有，他轻轻松松的把我们队长给击败了。我申请让冷子枫转队，我敢保证，他加入我们田径队。立刻就能拿到世运赛的金牌。不，冷子枫绝对是国足冲进世界杯的希望之火。我现在已经能想象出他穿着十号球衣在中场指挥调度的模样了。才不是呢，冷子枫分明是个练柔道的天才，他轻轻松松使出投技，把一个入段高手给击败。我跟你们三个说了，冷子枫的路是击剑，他是我看上的苗子，我得好好的栽培他。哎，他在击剑队也就是个苗子，但在我们田径队，那可是一颗神木。校长，不能因为你是佩剑运动员，胳膊肘往里拐太明显了。冷子枫挣扎了半天，还在二军打滚。还有，校长，你这奖学金啊，得花在刀刃上。你让冷子枫学击剑，那真是浪费钱财，还浪费人才。让他继续留在击剑队，我看真是下下策，搞不出什么名堂来。是啊，应该留在我们田径队。柔道队留在我们柔道队。哎呀，田径怎么有球子？对，我说柔道队，他是足球的天才，他们逼我动手，我跟你讲，校长，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啊。
教练，报告教练，我实在做不动了，肚子好痛。哎，教练，我送天寒去医务室啊。我们也是。你们一个个的，就是不能战胜自己的惰性是吗？为什么一直会留在二军呢？就是因为你们老是偷懒。你们脑子里一定要给我想着，多打一剑，再多打一剑，只要比别人多打一剑，你就有可能比别人出头，知道吗？给我继续。是是。刘子峰。